群孩子好可爱，就会想到现在呢，为人父为人母，或者是做阿公的，但这些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是那30年前的慈亲，现在呢成家立业了，而且这代代相传哦。最近我常常要说，慈二代、慈三代，也是慢慢看见了慈四代。慈济呀，总是呢期待的，从我这一代开始脱荒耕地，而且呢布善种子，从小而大，从少而多，这样就是人生啊最有意义的。慈济从无到有，从有呢就开始量多，不只是量多，质也很优，优质量，人的数也是很多，总是呢凡事都要有起头，这起头呢都是那么的小。就最近我常说，56年前的那样不起眼的5毛钱，在那个时候呢，在一个月才能收到几十块钱，到现在就不一样。我很期待各位慈亲菩萨，哪怕是现在呢成家立大业的哦，希望你们呢都关心慈济，看看创刊好慈济月刊嘛，你们呢去找出了创刊好，那个创刊开始啦，第一集你掀开它，会看到啊，慈济总是从那样的情况下，这样延续下来到现在。现在呢，我面前都摆了一张地图，都会呢看啊，现在在说的哪一个国家，或者是呢这个时候哪一个国家有什么事，这气候的变迁，还有呢这一波的疫情，就是人与人之间这一股气，那这是病的啦，所以很担心。各位都是已经自视本职，请大家呢要多用心哦，大家要多关心，还要更细心的去看天下事，眼光要看远，要好好的了解全球到底是什么，那还要呢集中在重点，如何看长情，如何呢扩大爱，这都是我们现在人知识要更广更了解，这绝对会到人间社会啦。假如都是呢都是枯手哦，我们踏不出去，何况人人都是人师，或者是成家为人父为人母，更需要呢境界还要再升高，还要再开阔，那你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会学习的这一份开阔心胸，而且有遥远的历史可以从你们的口中说出来，
人间你可以见证的历史，你本身就可以见证慈济三十年，再过了二十年，就是见证半世纪，代代了不断的见证下去，不是讲故事，是你也是在里面的一位。总是呢，故事要自己投入，那自己见证，以大家互相彼此的互动勉励，这样子啊，好事啊，社会啊，才能真正的友善的平安。我过去所说的都跟老菩萨我们这一辈的人说，为着你的子孙好好的爱护地球，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那个时候我也有一句话在鼓励，那就是粪扫变黄金，黄金变爱心，爱心化清流，清流绕全球。就如这是一个这么小的故事，把它绕到全球去。问所它内涵的很深奥的道理，也是我们要教义的呢很大篇的很深的历史。所以不要小看那样的小小的一个故事，小小的故事都有它的内容，它值得提起的内容都是教义。我们呢的来到人间呐，最重要的是尽责任，尽责任，那好好的培养人才。台南志金客服班在这八年里面，我们已经投入了超过了6000人次的志工，也陪伴了超过了3800多人次的孩子。从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不得不面临停课的选择，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尝试着做了线上客服、线上办学，因此我们的投入志工也达到了以往所没有的1200人次，受益的孩子们呢也更是达到了700多人次之多。其实我们会一直投入客服，我们是希望让年轻人接引进来之后跟我们慈济的慈善能够互相的结合，所以我们也都会定期跟我们的访视师姑师伯他们去互动，了解这些案家孩子家庭的一个状况，那也借此启发大学生的一个悲心，跟慈济可以更密切。那上人给我们慈亲的期许，慈亲悲智行连一起会跟慈亲也即将迈进30年，那我们会努力，而且会更加努力。记得我在这样的空间，10年前就听到我们的慈亲一句话讲：“我们在祖亲要为天下挑起米箩。”现在好几位都在现场里。就是我坐在这个空间，他们就是发愿哦，要为天下挑米箩。看来我回头看呐、看到现在呢，真正的大家代替我在培养人才啦，人人呢出一份力量，那就是可以挑起啦天下米箩。我一生只是呢一直。如何能培养人呐、为天下挑米箩？好吧，大家呢要真正的用心呐、一两竿呐、千斤大、万斤大呢，对你的肩胛头无较重呀，无较轻，只要一念心哈、感恩校长们呐、来这样的分享，让我感恩。好好呢，校长的校风建立好要正确，老师呢尽心，那
我都说我们要感恩学生的用功，学生的用功，老师的认真啊，就是要在我们学校的校风要建立好，所以要彼此感恩。孩子的教育，多教育他们，对人多说感恩，凡事呢，好事都是从一念感恩呐、能培养出孩子的感恩心，安尼吼，这个社会啦、就是最有希望。感恩校长们呐、爱的互动哈、感恩祝福大家。